真的帮助了我很多。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然后我就想说来做一个日常的 vlog， 因为平时我都是做比较多travel vlog 嘛，然后我就想说今天就这几天啦都拍一个日常的 vlog， 我就会跟你们分享我一天是怎样过的啊，然后平时我是做什么啊，我吃什么啊之类的，我全部都会分享给你们。 OK， 然后我现在准备好了要去吃一个 brunch， 然后就去运动，然后今天约了朋友一起去打 tennis， 这个是我第一次去上 tennis 的课， so yeah， OK， let's go。 感觉最近都很热，不管在冷气房我都觉得好热。所以今天上的课呢就是 strength class， strength class 就是比较多拿这些 weights 的。我刚回到家，好累哦，刚刚 work out， 然后我现在要准备一下，我去冲个凉，然后就要准备出去去 meet 我的朋友，然后去打 tennis 了。我今天安排到太多 work out 了，我不懂，我觉得我明天一定是全身痛。呀，等下见。感觉要下雨啊，希望不会下雨，不然等我们的 tennis 的课又要被 cancel。我现在用着那个DJI Pocket 3来拍，它就一直跟着我，其实蛮好用啊。之前我就是买这个相机，是 for 我拍 vlog 去 travel 的 vlog 比较方便，因为它还蛮小嘛，然后它功能也是蛮好的。可是我现在还在学着要怎样用它，还不是很会。我觉得 strength class 真的帮助了我很多，因为平时我运动的话都是运动，我都是 cycle 嘛，所以 cycle 我的脚是比较有力啦，然后平时就很少做 arm work， 所以我的手是很没有力的，我要拿重的东西我也是很没有力，然后我要做 push up， 之前做一个 push up 我都扛不起自己起来的那种，所以我就开始慢慢去 strength class， and 我真的是看到有变化， like 我的手也是比较 strong 了，然后我的背部也是要练一下，也不能只是练脚， so yeah， 我真的是觉得你们可以去试一试，就是那个是 full body workout 来的，所以他刚刚有 workout 我的脚、我的手，还有我们的 core， 就是我们的 abs。你们可以去 try 一下，我还蛮喜欢 group workout 的，因为我就觉得大家一起做运动，然后就比较有 motivation 去做，然后几点都可以，你在 flat project 几点要 book 也可以，就跟着你自己的时间。所以我星期日我每次大多数都比较得空嘛，所以就我会放星期日就去 workout， 然后拜一到拜五我都有教课，所以我已经是没有理去 workout， 因为我都是在 workout。But yeah， 你们可以去试一试，然后Pilates 也是 reformer， 我觉得对女生也很好，然后男生也是可以去试一试的，是一个很好的 workout， 它看似简单可是一点都不简单。下雨了，
啦啦啦。原来是 indoor 的耶！嗨，哎，你买那个The truth is, I'm a fan of all the things you do, yeah. Just like how you sign my chest, I feel like I can't lose. 10 out of 10, you turn my gray skies blu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to make everything okay. How do you do it? Make me feel like I wanna come in. 谢刚打好那个 tennis， 真的很好玩耶。Trying to keep you under my skin.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然后我们就讲下次我们还要。再来，打呀！明天手一定很痛，就是因为我今天就是晚餐。现在我要去跟家人吃晚餐。Gotta say I'm impressed.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Cares if it seems like I'm chasing you, but who else knows you better than I do? I do. Okay, so 我现在要做明天的 playlist. 所以明天我有教脚车的课嘛，所以我会要用到新歌。所以每次教课之前呢，我们 instructor 都会去找看新歌啊，有什么新歌可以在课的时候去用。给你们听一下，我听什么？早安大家，我先化完妆了，然后也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我先要弄头发。如果平时我没有卷头发的话，我头发就这样了，好毛躁，这样应该会剪一点吧。我真的是全身痛，尤其是我的手，其实我的这个手这里好痛，因为打了那个 tennis 吧，然后脚的话就有一点，因为昨天也是有去运动嘛，所以涂个口红。现在到了，你是好赶哦，是11:30了，然后我12:00的 appointment， 我还没有吃东西，是要赶着去吃东西先。今天突然想吃雷卷子。好甜哦。老板太甜了，一辣椒。去打架。Thank you. Okay. 过来了，给你们看我吃什么。噔噔噔，这是我家的 roti jala， 我很久没有吃这个了，然后也是我很爱吃的一个。有点辣，我没有吃到。11:59。那个 shape 它啦，啊，会很大吗？可以吧？还是很长的。
这是我的发型师。Can't take the hint and give up. My mama told me don't talk to people you haven't met. I guess my mama was right. But it's not 'cause everybody you meet is dangerous. If I could still break your heart. 那么你又在这边？哇，这样厉害啊你！我刚回到家，然后我今天收到了我的淘宝，很开心，因为我今天就要出国了嘛，所以收到。超怕来不及水房，每次出国之前我都一定会买套房，我觉得。我认为在下一个影片跟你们分享淘宝开箱，介绍你们这一个东西，它是很像看我很多 baby hair 嘛， right？ 所以就用这一个。现在要去教课咯。平时我的早餐都是这个 overnight oat， 然后就买这个 diaries， 把它放进去。还有我的咖啡，
刚化了一个妆，拍了一个夜拍。嗯，现在我要 order 食物，因为还蛮多出去吃东西，所以我就 order grab。每次要想吃什么是最烦的。我有一个 appointment 在 the club， oh my god， 现在只好出去了，随便穿就出去了。刚做我的 IPL treatment， 我约一点半，可是我忘记了，可是我迟了五分钟而已，因为 the club 还蛮靠近我的家， so yeah， 现在去吃个东西吧。平时来这里就是爱叫这一个。刚回到家，现在要煲红豆水。哒哒，就这样，就放着给它滚，然后呀，就把全部东西丢进去就好了。15分钟就好了，所以我用的糖是这样子的，就很像我那个糖浆嘛，就大概阿嘎阿嘎这样子放。OK， 好不容易这样子到了，下去带啊。又是你，啊？宝宝莉，你说？我不行了。我们的晚餐。Hello， 大家，想要在这里 end 这一个 vlog，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看我的日常 vlog。你们喜欢的话，请多多拍我的日常 vlog， 记得订阅、按赞。